我这一生不会骂人，人家骂我，我就洗耳恭听，一句话不说。等他骂累了，不骂了，我就离开了。骂人也很累，道歉都不必，就是听。 他一定会骂累了，骂一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他受不了了之类的。回去让他自己反省。一生没有跟人对立，是福报啊，没有怨恨。人家误会，时间长了，慢慢他就觉悟了。 哎，你讨厌我，跟我有怨仇一样。我看到你就避开。聚集在一起，无论说什么，我们不开口。一切众生皆有佛心，本来是佛。现在想成佛，个个都能成佛。 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只有佛把这个世界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这个世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要把它认真，你完全颠倒，你迷惑，啊，你执着它这样的真。 通通都是假的，你就很容易放下。放不下，你把它当真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造业了，造业的果报要自己受，所以错了，大错特错。